原标题：杀不死的卡斯特罗，美国派去美女刺客，却上演现实版色戒菲德尔卡斯特罗，人称古巴国父，拉美人民的父亲。他是古巴革命的象征，是一个敢在美国后院放火的人。他穿着军装，留着大胡子的形象，可能是20世纪后期全球最为经典的形象。他的头像被很多的年轻人印在说自己的 T 恤上，他们说这样的 T 恤永不过时。卡斯特罗还是世界上遭遇暗杀次数最多的人，共有638次，但是一次都没成功。卡斯特罗曾开玩笑说，假如奥运会有遭遇暗杀次数的比赛，那我可以为古巴多拿一块金牌。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，都是因为中情局的接连失误。638次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，美国人真是锲而不舍。卡斯特罗也是真的命大。曾有一次，美国买通了卡斯特罗的医生，那位医生在卡斯特罗的汤药里下了毒，但是这个医生是个情武扬，他那手一直在抖，最后汤药撒了一地，在地上滋滋作响。据说卡斯特罗还安慰了他，把他调到别的岗位去了，也没有为难他。中情局也曾试过美人计，他们曾派了一个名叫玛丽塔的女孩去靠近卡斯特罗，然后寻找机会干掉卡斯特罗。这个玛丽塔是德国和美国的混血，长得非常漂亮，两人成功的按照预先的步骤见了面，但是玛丽塔一眼就喜欢上了那个风流倜傥、一表人才、帅气十足的大胡子卡斯特罗，杀手变成了情人，电影都不敢这么写。玛丽塔怀孕后，她回到了美国，不久之后卡斯特罗的人就来帮助他做掉了那个孩子。美国人再次对玛丽塔进行了训练，玛丽塔不久之后重返古巴去见卡斯特罗，但是他一见到卡斯特罗心就软了。卡斯特罗就发现了问题，问他是不是来杀自己的。玛丽塔回答是的。这简直是现实版裴夫人又折兵现实版的色戒。不过玛丽塔不是王家之，卡斯特罗也不是易先生，玛丽塔没有被处死，而是被安全地送回了美国。晚年的玛丽塔依旧对大胡子念念不忘，他还将自己和卡斯特罗的故事写成了回忆录。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，我的生活，我的爱情，我的背叛。玛丽塔曾表示过自己的忏悔，认为自己从前的行为是对卡斯特罗的背叛。在其60岁时接受采访，他说自己余生仅有两个愿望，其中一个就是希望能再见卡斯特罗一面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